又話考一二三最勁係啊！今日有單新聞，有位兄弟 send 俾我嘅，就講咧有個外國有科技比賽，咁咧就叫曬嗰啲防毒嗰啲軟件公司咧過嚟參加嘅，有間韓國公司啊，我唔鬼記得叫咩名啦。之後咧大陸有兩間，第一間咧就係360咩衛視嚇、啊、安全衛視，第二間咧就係騰訊。之后有两间鬼佬嘅，唔鬼记得咩，有间叫唔知咩 sniper， 唔知咩防毒 sniper 定咩，咁咧就比赛，咁比赛啲咩咧就系、是、要 hack， 要绑架人哋啲浏览器定乜鬼嘢嘅，咁咧对象咧就系、是、Google 浏览器啊 ，Chrome 定 Chrome， 系啊，有啲人话唔知嗰位兄弟咧就话嗰个咩360安全卫士系咩。咩考一二三应该唔系啊，我就唔知佢系括弧咁样同我讲360卫士咧系赢咗呢个比赛嘅，佢咧最系差唔多喺呢六间公司入边，佢好似请咗总共14间，喺六间入边咧就系、是、成功 hack 到，而呢六间入边咧360安全卫士呢间公司系最快可以 hack 鬼咗呢个 Google 浏览器，即刻绑佢首页，系用咗几多秒？你知唔知啊？系11秒已经即刻将你打柴，同佢收皮啊，收档啦 ！Google 浏览器佢一嘢冚佢档，你知唔知啊？嗰阵时咧 ，Google 咧即系声称官方话自己 Google 浏览器咧系最安全嘅浏览器，就话咩冇人可以 hack 到啊！跟住而家就360呢安全卫士呢间公司又唔知成功攞个漏洞。漏洞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唔知咩 flash drive 咩，即系你大家知道咩叫 flash 啊？咩 Adobe 咩 flash 就睇嗰啲有啲动画啊嗰啲，已经好少，而家已经少人用噶啦。YouTube 好似都系 flash 嚟，咁咧就系、是、利用入边有个漏洞，唔知揾啲嘢扮 flash， 之后咧就俾你个 Google 浏览器一 run 落去咧，就即刻绑架你首页啦。即刻同你转去考一二三 .com， 跟住就极快。咁咧腾讯咧唔知排之后落佢，因为佢系唔知最快嗰几个，一11秒嘅，唔知攞咗成十几皮美金，吓赢咗啊！跟住咧就所以有奖金。跟住第二位又唔知咩腾讯，唔知攞50000多美金，又系唔知点样 hack 鬼咗。佢又冇即系冇呢个360安全卫士咁劲嘅，即系360安全卫士系快个火箭。11秒怼冧佢，只要炒人噗咁滞，咁啊腾讯就唔知用咗冇写几多时间咯，但系都成功搞一点咯。跟住鬼佬就嗰啲就冇钱攞嘅，因为佢哋太慢太废啊，即系搵唔到啲咩特别漏洞定点咯，就所以好似系冇咩钱咯。啊，你点睇？你话试过中过考一二三读要洗机先，总好难铲嘅呢大陆。所以你成日话咩大陆电脑废，大陆搞呢啲嘢好鬼劲嘅，大陆啲毒到黐孖筋，大陆嘅毒只有大陆嗰啲咩安全卫士先有黑到嘅，你知唔知？你以为你装嗰啲咩卡巴斯基啊咩？咩小红山啊，咩 Lotton 啊 ，Lotton 系废柴，我话咩？我用过咁多最垃圾。以前啲人成日话咩 Lotton 劲，我话废到抽筋啊，最憎最废。你知有咩 NOD32？ 嗰阵时卖电视广告咧，好多人话咩 NOD 劲，又系我觉得一啲都唔劲。又系我用过比较劲嘅咧，就真系卡巴斯基啊，劲啲。大家把司机都会俾人寄生，我同你讲过啦，俾啲毒可以吸腐蚀你个卡巴司机啊，跟住仲有啲咩好用啊？微软都有一个啊，咩 Microsoft Essential Security 定咩？我都有用过，跟住又用落好似冇咩中毒，但系佢又未试过同我报告话有咩毒，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有冇中毒，所以我都唔知道。360系会扫到大陆啲毒嘅，系讲真嘅，系真系我有用过，我有试过，我有做实地考察，我有求真精神，唔会好似你哋啊大陆嘅唔用。你有冇听过嗰阵时咩洋务运动咩丝之长技以制夷？你见到大陆嗰啲毒，你靠嗰啲鬼佬嘢黑唔到嘅，太屎！大陆整嗰啲毒系超劲，练毒高手啊！跟住嗰啲咩咩嗰啲咩啊？
金融嗰啲咩咩星宿派啊，定乜鬼嘢专落毒嘅，你搞唔掂嘅。你一定系要，如果你系成日要即系工作需要，有啲人要翻大陆就要做嘢啊，成日带 notebook 去上去做嘢，即系联网咧。你我劝你啊，装呢啲，讲真嘅，即系唔系卖广告。喺啊嗰度啲毒，你又要用翻嗰度嘅嘢嚟解決。你有冇聽過？即係古裝片有個道理咧，你喺山上面咩俾蛇咬到，佢話咩方圓呢度唔知十里之外必有之內就必有解藥嘅。即係例如話你喺山頂啦，飛鵝山啦，咁你俾蛇咬到，咁咧就你喺飛鵝山山頂嗰度方圓之。十里之內咧，你就一定會揾到啲唔知咩草藥係專克呢一個毒嘅，一定係咁。所以你又係咁，你喺大陸揾食啊，成日要喺個上網嘅，你就裝翻嗰啲嚟黑翻佢。如果唔係你裝嗰啲咩諾騰啊，聽食屎，你好快你首頁就係考一二三多個，唔使問，一定係好快。你唔知咩事啊？你大陸嗰啲毒你中咗，你真係唔知咩事。因為如果你想大陸交流咧，做嘢通常又逼你用咩 QQ 嘅啦，因為大陸嗰啲同事一定係用 QQ， 哇 ！QQ 又係另一個散毒高手嚟嘅，哔哔哔哔，跟住你又唔知點樣無啦啦中鬼咗毒，又係好多問題，所以你係焗住要裝呢啲防住佢咯。有人話咩咁好奇啦，考一二三呢啲害人嘅嘢，點解人哋仲俾錢佢？因為呢個比賽，我唔知360安全衛士係咪考一二三係嗰位兄弟講嘅，我唔肯定啊，我應該唔係。佢就係佢而家咧呢個比賽係點咧？就係叫曬啲防毒公司去嘅。點解要去防毒公司去 hack？ 即係去試下破呢啲 Google 瀏覽器咧？就係因為你要識得。你要想到啊，有呢啲漏洞，咁你呢啲防毒软件咧，先识得帮人哋封，咁所以佢就系咁样啦。佢啊，点解佢要设计呢个比赛咧？就是、考验系嘛？咁你防毒嘅人，即系好似大夫咁，你识得医人，你同样都识得毒人啦，就系咁样道理。你识得毒人，你又识得点医？啊，落毒嘅人一定系会识解药噶嘛，系嘛？你知道点样毒？咁你就知道哦，就係、是、有邊度漏洞，明唔明？個道理就係咁咯。點解佢要搞呢個比賽？就係、是、逆向思維，就係、是、哦啲黑客咁樣黑點樣偷你資料啊、剩啊、綁你首頁啊，咁你要點樣做呢？咁佢就哦好啊，咁你識得咁綁，咁你就咁即係代表你呢個軟件識得點樣幫人補鑊啦，修補啲漏洞。又話一日解咗考一二三，你勁咯！有啲好有啲好濕滯嘅，你解到啫，你梗係唔俾人綁好過咩啦？你有得揀嘅話，有人話360都好難鏟啊，又好難鏟咩？我試過鏟好容易啫嘛，佢會問你點解要鏟啊？佢問長問短嘅，但係你都可以洗到，我中意洗你又唔使問，佢問你咩原因嚇？點解啊？你可以你亂咁答，你都係洗到嘅。我係有試過，我好公，我呢份人就好公道，就唔會話咩偏幫。我係好似咩食龍嗰個咩過洗頭水，我就係咁用過，冇亂噏廿四樣，冇加咩特效，行氣行瓜行呢樣行好，我係有試過用。所以你哋，我講得出咧，我係有用過嘅嘢，我就可以實話實事講個用後感想俾你聽。如果我冇用过，我就会话戴定头盔先。我未用过，我都听人讲，我就会好清楚咁讲。总之呢啲防毒呢啲嘢，我认为就系你要因应地方嚟拣择咯。你喺香港，你又可以，你梗系可以用翻呢啲即系鬼佬大牌嘢啦。但系你上大陆，我就系咁讲咯。你可以考虑试下用呢啲咯，就系咁样。总之电脑嘅嘢一定有啲漏洞定咩，就好似啱啱讲 AlphaGo 呢啲咯。戴定头盔先啊！即系呢啲所有嘢，我都系即系一啲普通嘅意见啊，或者点咯，即系可能有咩讲错啊，你哋自己上网揾资料，你自己揾资料去睇睇啊！又话上网正正经经使咩装到咁型，啱同意嘅。你哋上网啊，好似有啲兄弟好中意上咧咸网嗰啲嘅，好容易。点解啲咸网一定要中毒咧？点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好简单，因为佢。你中咗毒定点样啊？佢哋先有机会揾到钱定乜鬼嘢，类似系咁样咯。偷你啲信用卡，我唔知系偷你密码咩钓鱼。有时 Google 浏览器咩你正在咩被钓鱼咩攻击，类似系咁样咯。
啊，主要讲啦，好唔好嘅？你平时上网正正经经啊，唔乱咁 at 啲陌生人啊，唔乱咁复啊嗰啲，咁你啊正常冇事。有啲 email 咧，一睇就有啲 email 啊，有啲咸湿 email 就咩 sex 唔知咩，你啊即刻揿入去咪即刻中毒咯。我一见到呢啲望都唔使望，即刻抌落垃圾桶。啊系啊，你而家好多人喺度讲咩 iCloud 劲啊，乜鬼嘢？你都傻仔。今日嗰个比赛就系有啲人就系 hack 嗰啲咩360嘅示范 hack 埋咩 Safari， 佢话你哋以为咩啊？苹果啊，苹果嘢最好啊，唔会中毒啊，即刻 hack Safari。Safari 就系嗰个苹果嗰个浏览器。吓、啊，嗰个乜鬼啊？指南针定乜鬼嘢？嗰个 icon 嚟，佢就示范，全部都 hack 到你。如果啊，苹果唔会中毒嘅傻仔，只要系电脑就有机会中毒。你呃自己嘅，我话俾你。好，所有系电子产品嘅嘢，人哋要玩你 hack 你嘅，一定有机会咯，就系咁。咁你多人用，咁嚟去边度多人用，咁梗系多啲毒啦，大佬。同埋都。咁你當然都係有嗰個嘅，即係例如話你嗰個平台寫得好啲，就自然難啲解，即係難啲讀佢咯。啊，蘋果係好似以前係少啲讀嘅，的確係，但係而家你 iOS 咁多人用啊，即係咁多人睇準你班友仔咁中意用 iPhone， 咁樣拆都識得開啦，係嘛？用 iPhone 喎，而家嗰班打靶仔用 iPhone， 實好多錢啊！我黐線。系咁啊，捋捋捋捋捋半条街。iPhone 6S 拍屎啊，7000多元啊，咁即系有钱啦、啊，咁啊即刻对住你哋嚟 hack 啦，咁贼唔系傻啊嘛。我见到你用嗰啲叫做用嗰啲吓嗰啲好平嘅 Android 机，咁1000多元、2000元，唉、哎，呢啲都系穷鬼嚟嘅 ，hack 呢啲都冇肉食嘅啫 ，hack 佢张信用卡嗰啲信用额啊最多唔知几多几多。跟住同埋你哋好中意炒 iPhone 啊！我 iPhone 可能已經 save 咗幾廿萬張嗰啲咩信用卡資料，即刻對針對嚟錯，係嘛？咁咪會有呢樣嘢咯。所以你以為冇可能係完全安全？你哋手機會唔會裝防毒軟件啊？會唔會驚到要咁樣嚇？好似好少人攞洗手機裝防毒軟件啊！又話咩低能仔 iOS 係無敵嘅傻佬？呢啲嘢就係、是。井底之蛙，黐线嘅，有咩系无敌嘅？傻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话咩咧？大你知唔知大把人啊？嗰啲咩 jailbreak 嘅咩越狱啊，大把啦、啊，无敌就唔会俾人 break 到啦、啊。最劲系通常电脑专家话咩 Linux 定乜鬼嘢，嗰啲嘢先最劲啊！用吓、啊、我唔知道，我未用过，究竟咩 Linux 做咩啊？做咩 OS 啊？除咗咩 Linux？好似仲有一个唔知咩，又系啲唔知高手先用嗰啲啊，我唔知咩嚟啊，我 Unix 啊，系咩 Unix U N I X 啊，好似系有一个咁啊，我唔肯定。Linux 系咩 L I N U X 啊，好似系嘛，系咪咁读我都唔知，你读咩 Linux 我都唔知啊，有几多人有用呢、這个這個 software 啊，呢个 OS 唔系 software 啊？又话咩用咗7年 iOS 未中毒，可能你中我唔知道，最人生最痛苦莫过于你中咗毒都唔知道，话俾你听。又话啱啱 search 考1、2、3即刻中咗毒，我都叫过你，我都讲到明系毒你嘅，系都要试啊嘛，我都冇办法啊，大佬啊，我都有讲过话唔可以，即系我都有话考1、2、3系毒嚟嘅。你咩次次好似我一讲亲呢个话题，你都假噶啦，扮晒嘢，根本冇人去。